Motlib 的防水背包，那它是属于一日行程的，无论是骑脚踏车或者是登山，或者其实你平常背也都很适合。它的防水系数是 IP60， 也就是说下大雨都没有问题，也不怕它进水。那我先介绍它前面的部分，它前面这边有一个口袋，那这边是有做弹性设计的，适合放一些就是不怕水的一些商品。那因为它前面这边是不防水，然后它这边有附一个就是可以扣安全帽的带。这边有四个扣绳子的地方，你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你下马的时候，你的安全帽就可以就是挂在这里，甚至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挂一些雨衣啊、外套之类的。然后它这边也可以挂一个后车灯，就是增加安全。再来，它的背负系统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透气，是不马虎的。加上因为其实这一款背包它算是有点为就是骑自行车背起来一个设计的，而且它有胸扣啊，也有腰扣，那都是可以做调整的。然后它的内装其实空间蛮大的，这一颗有25公升。那它这边有一个装水袋的设计的袋子，这边的魔鬼毡就是固定水袋的，那水袋孔是在这边，就是把它拔开就可以了，然后管子就是从这边出来。所以其实做一日就是休闲活动其实非常的方便。那我现在为大家试背看看，关闭起来的话呢是用卷筒式的关闭方法，这样折三折它就完全防水，那扣子是在旁边，把它扣起来。空气完全出不来。反光条的设计，就是也是蛮贴心的。对，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啦，拜拜。